李朝之下，天一十八章，天一节啊，是登基的时候，年二十三，差在路上人作十六年。望不想他做大卫行家婆婆人，中看不进的事，你却行一些的做梦的托。有主朝巴列的相，偏差少年之故受伤，用破盘受他的意。行家婆婆差一些的人面前啊，去处的爱帮人，那可神的事。 于是差朝堂送神降霜，各强取数下先至受伤。所以也婆婆他的上帝将他交差阿兰王受理，阿兰王打派他掳了他去到的面，带到大马士基。上帝又将他交差一些王受理，一些的王相他行杀戮。六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日日杀了犹太人十二班。 都系用是伊咪他们是去了只婆婆他们列祖的上帝，切要只个以法莲人中的用是名叫啊西吉利杀了王的儿子，马西亚婆干利王宫的阿阿阿士阿士利甘，偏在上伊利甘啊，把伊些的人掳了他的弟兄连夫人带伊，嗯，穷有二十万要啊列了许多财物。 来到撒玛利亚去，叫丹那里犹大婆婆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，望撒玛利亚去的军队，对他们说：你们亚婆婆，你们也记得上帝啊，诺诺以太啊犹太人，所以将他们交差你们手里，你们今日去从前，太行杀戮，如今你们要要以。 强迫犹太人婆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，你们是不也要得出亚婆婆你们上帝的事么？二十一先差你们当听我说，有将如来的弟兄释放脾气，因为亚婆婆想你们已经太不热怒，十二日是亚婆婆人之个主张，就是着下难的日子阿撒利亚，面是利曼。 的日子，比利加沙龙的日子，也是个下得来的日子。阿玛撒希来兰当出边别来的人。十三，对他们说：你们不过带金子皮卢的人来，你们想有事，我们得出亚婆婆，加增我们的罪恶过分，因为我们的罪。 个心态已经要列入年多，以色列人了。十七只是带着便利的人将如来的人口、火力来的啊财物，都留在中少量和非中的面前。十五，以上前面的那些人就站起来是披露的人前来，其中要拆先的啊，超穷所列的财物，中拿出一部破坏来给他们穿。 要给他们切喝，用旧物他们其中要软弱的，就是他们骑路送到中苏城，也呢个他们之上那里，随后超被撒玛利亚去了。十六那时阿哈斯王差遣人去见阿述诸王，叫他们帮助。十七因为伊当然要来攻击犹大，掳掠居民，腓力斯人也来占领个人。 和犹大南方的长伊之了，白斯麦、阿亚伦、啊基地罗索哥、和索哥的乡村，田纳、和索田纳的乡村，啊，金索、和索金索的乡村，超出在那里？十九，因为以色列王阿斯差犹大啊，帮力，大大军分也破坏，所以也破坏是犹大避免。二十阿述王。 啊！吉提拉比什尼什送来，却没有帮助他翻到麒麟他。二十一，阿哈斯从亚伯伯听尼伯王宫中，便受两家中所赐的财宝，给了阿述王，这也无知一事。然而阿哈斯王在劫难的时候，也不得出亚伯伯。二十三，他自私攻击他的太马色之神说。 因为阿兰王的神帮助他们，我也先支持他，他好帮助我。但那些神是他婆子些的中人派蒙。二十四，阿哈斯
是将上帝天里的器皿都弃了来，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天的门，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怪国建筑祭坛。25，要在犹大各城建立朝坛，一撇神兽像也通耶和华，他也做上帝的怒气。26，阿哈斯持的西伯他的行为，此事之中都是在犹大和以色列做王之上。27，阿哈斯以他的做统帅，将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做王的坟墓中，他以致希斯家接续他作王。